52岁、52岁怀孕双胞胎，高兴的是说双胞胎，但是我担心的是高血压，所以你一定要在医学中心生，因为很危险。那我会跟你转给彰化基督教医院的生命医师，那他是彰基，彰基哦，到时候我会帮你转过去，你一定要再跟他配合哦。配合疗程。上一次有一个也是高龄双胞，高血压一胞胎而已，就吃了另外一个医生的药，小孩子的肾脏就受影响，不是开玩笑的。所以另外吃，就是这个妇产科开的药可以吃，但是他吃了心脏内科医师的药。啊，就小孩子出来就另外吃不一样的药。对，他去吃，他就两个医师开的药，他去吃心脏科的医师，他没有吃妇产科医师。哦，结果小孩子影响到，对，小孩子肾脏受影响，所以一定要在医学中心哈。恭喜啦，52岁双胞胎，一则一喜，一则忧，忧喜的是双胞胎，忧的是高血压哈。嗯，好，谢谢医师，谢谢。不要哈，高血压跟人的脾气有关系，有关系，不要大声。哈有几块最大，他趁机要所以趁这个机会，他趁机要跟你揩油，压低。好。